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位年春节，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乙未年春节期间，弟子反思过年，感受到祖国春风遍洒大地，兹将所见所闻略叙梗概，以此供养诸位法师、大德仁者。甲，如大地春风般的新春祝词。乙未年大年三十下午，在飞往内地的航班中，弟子读到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新闻。2015年2月17日，中国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习主席首先引用唐朝诗人李白的名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表达了新春佳节的美好祝愿。习主席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习主席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在新春团拜会上，习主席的这段讲话蕴含着深意。老法师曾经说过，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孝者孝养父母，敬者敬师尊道，奉事师长。孝道与师道是圆融互摄、一体不二的关系。孝敬落实到极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圆满成佛。方显孝敬是关乎性德、称性圆融的真实学问，亦是华夏传承千年道统之大根大本。由此可知，家庭教育即是以孝道为核心，
以孝敬为根本。逢年过节，孝敬父母，探望亲人，即是孝敬之心的体现。身为佛弟子，更应借此机会，将净土法门，将这句阿弥陀佛圣号，江海贤老和尚的表法事迹介绍给父母、师长、亲人和朋友，使我们能够同为菩提眷属，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将孝敬之道尽到圆满。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孝敬不仅仅是孝顺自己的父母尊长，更是要将此孝敬之心推广至世间一切众生。习主席在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与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神不谋而合。主席所说的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即是落实礼运大同篇使老有所终，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即是落实幼有所长，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席所说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可以引申理解为是壮有所用的具体表现。由此可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平天下，真正能够达到与亲国安、家和人乐的大同之治美好愿景。古圣先王的大同之治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的呢？老法师讲经时常常提到教学为先。礼记学记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者政之本也，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中国古代政治一切为教育服务，古圣先王无不重视教育，立国之根本全在于教育。教学之道，学者需从小厚培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德行根基，落实儒释道三个根、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和十善业道经，并学习汉字、说文解字和文言文，以此奠定传统文化的学术根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汉学教育之理念。其目的是得三昧，即回归自性本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汉学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以此开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学者能依此行之，则一生道德学问必有真实成就，乃至成圣成贤、成佛作祖，亦是指日可待。老法师所倡导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理念与习主席的讲话不谋而合。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主席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如果在这所家庭学校中，父母从孩子小时候就能够以身作则，教其厚培儒释道三个根的基础，
学好汉字与文言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为家教与家规，以此后培孝悌传家、修福积德的家风与家道，则子弟能够贤孝知礼，深明因果，日后必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诚如先秦儒学所说，大地春风，聚德存诚至善，岗松花雨，居人履义崇贤。习主席的团拜致辞如同春风送暖，温暖着中华大地，也温暖着亿万中华百姓们的心。乙，如春风化雨般的圣贤教育。弟子一行抵达寺院之时，已是除夕的大年夜，此时已是万家灯火，家家户户都在围炉庆团圆。第二天大年初一，寺院新春团拜的节目很特别，为寺众弟子讲解《太上感应篇》，以此来诠释老法师所题写的春联：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寺院的四众同修学习和落实《太上感应篇》已是行之有年，此实践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孝亲尊师、养老育幼、流通圣教、修福积德、明辨是非、忏悔业障、放生护生、信愿求生等等，确实是收获喜人。今年在寺院的藏经楼上贴出了一幅新对联：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会以众生真实之力。许多来到寺院参访的嘉宾都会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实际禅寺的名称是什么意思呢？大慈念老在诠释《无量寿经》的体性之时，援引本经经文说：又本经德尊普贤品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大教缘起品云，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积功累德品云，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老法师教导我们，所有大乘经都是依事实真相而说的，以及讲述宇宙万物生命的真相，这是现今所说的最高哲学、最高科学。佛在2500年前就讲得十分清楚明白，修学佛法终极目标就是回归常寂光，亦即是回归自性。自性就是哲学所说的宇宙万物生命的本体，包括我们自己。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开是开导，化是教化，实际就是教学的意思，所教的即是显示真实之际，完全秉承佛陀的理念、精神与教诲，身体力行，自行化他，佛陀的事业、家业，目的在于拯救一切苦难众生。会以真实之力，会是给予，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
佛教是肯定全宇宙，一切众生与自己是一体，从真心之中流露出无尽的慈悲，诚心诚意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老法师在讲席中劝导我们，佛所教导的五戒十善要从我做起，圆满落实，如此就能影响周边的人，人人都能做到，这个地区就是众善庄严。无量寿经所讲的真实之际，意思就是真如实相的本际。佛陀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此即是本经所开示，佛陀所教导的。大慈念老说，极乐妙土乃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真实智慧中没有妄想、杂念以及自私自利的欲望，一切都是假的。真身是法性，真心是实际。老法师说，真实之际是真身，真身是智慧之身，是功德之身，是众善之身。因此我们要先成就自己，如此则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自然是庄严妙土，极乐世界才能现前。阿弥陀佛与释迦世尊设此极乐世界庄严妙土，宣此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上妙法，其目的就是欲会与众生以真实之力也。因此老法师说，我们把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的庄严在这个地区做到，就能感化整个地球。无量寿经所说的三种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和真实之力，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真实之力是圣贤教育，它能帮助我们开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能够使我们回归到真实之际。这三种真实，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大慈念老说，极乐一正净土法门具体是真实之际，因此无量寿经是以实相为体性，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我们若能明了本经的体性，就能了解何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正落实会于众生真实之力，这正是实际禅寺寺院名称的真实之意。丙，冬去春来，聆听老百姓的故事。今年节日前后，弟子聆听到许多警示的忏悔和感人的故事，对于勉励我们断恶修善、忏悔改过、信愿求生颇有注意，在此略叙梗概，与诸位法师大德仁者分享。2015年1月24日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忏悔共修班中，有一位来自内地的女众同修来此念佛，并在忏悔班中上台忏悔自己邪淫堕胎的罪业。
他回忆起自己自小失去父母，未曾受过圣贤教育，不知邪淫堕胎是极重的罪业。婚后他就堕了一次胎，后来他再次怀孕，胎儿已经5个多月大，他再次引产堕胎。从此之后，他就罹患严重的妇科病，每月经期都会血流不止，疼痛至极。太上感应篇说，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这是造成家庭不和乃至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这位女众嫌弃自己的丈夫，她想靠自己的能力把日子过好，于是就有了2次婚外情，最终导致离婚，家庭破碎。离婚后，她把孩子扔给婆婆家照顾。由于心态扭曲，2年之后，她发现孩子一改从前的开朗性格，变得唯唯诺诺，他的内心感到特别内疚，于是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着困苦的生活。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位有妇之夫，彼此不正常的关系维持了10年。有一天他突然梦到自己站在地狱当中，子宫栽进了一个石磨里，也就是经典所说的石磨地狱。这个石磨不停地在磨着他的子宫，鲜血蹦到了他的身上，旁边还有其他女人都被剁成7块8块。还有一次他在梦中见到了黑白无常，他和许多人排着队一直往前走，看到一位老婆婆，也就是孟婆，拿着水，大家都在喝水，他也喝了一钵鱼的水。醒来后才知道自己虽是人身，但是已经跑到地狱里去了。从此之后他就不停地忏悔，后来痛经就慢慢有所改善。4年前，他经期的出血量突然大增，血红素降到 3.9， 正常人是 11.5， 生命垂危，幸得佛力加持，脱离危险。于是他在佛菩萨面前真诚地忏悔，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女同胞们不要走我这条路，不要用女人的色相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安于生活为好。我觉得不要离婚，离婚对子女的影响真的很大很大。她也向自己所伤害的胎儿、所破坏的家庭以及所有伤害过的众生真诚忏悔，并许愿将自己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愿他们都能够幸福快乐。如果说这位居士是从反面现身说法来劝勉世人切勿重蹈覆辙，那么以下的故事就是从正面来教导我们如何做人。春节期间，一位师兄在寺院讲课时回忆起，他的父母都年近90，一生生性非常节俭，平日连烧开水都要先把水放在太阳底下晒暖和了，才放到炉子上去烧，以节省燃料的费用。平日穿衣吃饭也都非常简单朴素，但是遇到有人需要帮助，
出手却非常大方。例如，有一位亲戚家的孩子，家贫上不起大学，他们就买一头2000块钱的奶牛，让孩子每天能够卖牛奶换取学费。这样的好事多得举不胜举。师兄的外祖母一生为人忠厚善良，行善积德，乐此不疲，活到100岁。老人家不但是考寿善终，而且临终前还处处为人着想。他说，我要在夏天走，不在冬天走，因为冬天土地上冻，挖坟地时不容易刨土，夏天比较好刨土。他还说，我要在单日子走，不要在双日子走。后来一一都兑现了，老人家是过了半夜12点之后才走的，正好是单日子，而且还是在夏天。老人家的厚德，感得儿孙都十分忠厚善良，并且有幸遇到了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以上两则故事都给予我们很深的警惕。其实，善恶都是在一念之间。为人母亲，若能够厚德载物，福佑子孙，则能使家道昌隆。反之，若是乖为伦常，不尽妇道，则不但自身难保，且会祸延子孙。为人母者，不可不深思啊。春节之前，弟子还聆听到一只小狗往生的真实故事。有一位曾经在寺院护法和修行的邻居士，他学佛念佛已经10多年了，曾经收养过好几只流浪狗。他在这些小狗的脖子上都绑着念佛机，24小时不停地播放佛号。小狗们都很喜欢听佛号。要是念佛机的电池没电了，他们就会跑去找主人，要求换电池。至今听佛号已有5、6年之久。每天晚上，邻居室回家后，他们都会聚集过来，听主人为他们念诵《无量寿经》。几年来，主人为他们诵读了600多部的无量寿经。去年年底，有一只法名叫善缘的小黑狗，小名叫肮脏，往生极乐世界。在善缘往生的前几天，主人梦到自己来到阴间，见到了一本名册，里面全都是流浪狗的名字。鬼族翻来翻去，始终没有找到善缘小黑狗的名字。邻居士说，善缘已经念佛成就了，所以地府里没有他的名字了。善缘临终时表现得十分镇定，即使有冤业干扰也不为所动，得以当下往生。邻居士的女儿原本不信佛，他亲眼见到善缘往生时出现了一道光，那尊蓝底白色的阿弥陀佛佛像出现在天空中，天空一片碧蓝，无比的庄严。只见善缘小黑狗一直跑向天空，跑到阿弥陀佛的怀抱之中，坐上了莲花。善缘临终后，主人还继续为他助念，入殓时体软如棉，宛若生前。火化之后烧出了许多绿色的舍利花。
善缘小黑狗的同参道友善正小狗，小名叫儿子，也是念佛修行的好榜样。他们多年来的念佛功夫真的是功不唐捐。由此可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物由如此，人何以堪。若是不能精勤修行，信愿求生，真的是枉得人生，枉遇佛法。结语：感恩的佳节。过年期间，弟子看到寺院的法师们都在日以继夜的辛勤忙碌，或操持寺务，或主持法会，或讲经说法，或领众念佛。许多义工同修们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在为道场辛勤付出。俗话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看到这番情景，弟子的内心充满着感恩与敬佩，深感一定要认真修持，才对得起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和众生恩。只有真修实干，老实念佛，信愿往生，才能真正做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愿以此粗浅的心得体会，与诸位法师大德仁者共学共勉。以上是惭愧弟子浅显的心得报告，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下面还有几张图片，第一张是乙未年实际禅寺雪景远眺，图二是寺院大雄宝殿雪景，图三是莲池雪景，老法师题写墨宝，图四是春节期间大雄宝殿的夜景，图五是报恩念佛堂灯火通明，图六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图七这是合肥佛教协会网站的报道，2015年元旦前夕，庐江实际禅寺住持前往合肥明教寺拜望百岁老人上庙下安老和尚，相见欢喜无量，互相赠送佛珠和念佛机，祝福光寿无量，福慧绵长。庙老是安徽巢湖人，他老人家和他的弟子都曾经在公开场合赞叹老法师，说老法师是当代的大德高僧，法缘殊胜，全球五大洲没有几个国家没去过。开启式的报告也让我们参加了新年的节庆啊，同沾法喜。他见到习主席啊，春年的谈话，特别呢偏重在家庭教育，不仅是这一次，这两年当中他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讲话
啊，我们从很多信息里面得知，啊，这一个领导人念念关怀着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疾苦，啊，念念关怀，念念在想到如何改善，啊，那么我们相信古圣先贤所说的天命，啊，我深深感触到主席是乘天命而来，啊，他一定能够啊帮助我们化解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啊，领导我们走向幸福、稳定、和谐。啊，我们如何报答他？那就是把传统文化认真学习，认真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待人接物。啊，居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小村，一个小镇，啊，要学古大德，身行研究，让这个小地方啊，能够改变风气，啊，能够把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自己身体力行当中去感化同胞，感化邻里，啊，只要默默地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时间久了自然能形成风气，啊，我们移民到澳洲，在图文巴居住了13年，啊，13年我们秉着佛陀的教诲，古圣先贤的教训，身体力行，啊，要求我们这个小小的金钟学院，啊，20-30个人，啊，逐渐影响了我们的义工同修，啊，所以学院常住的同学跟义工差不多有70多人，这13年效果出现了，啊，居然如我们的本愿，这个小城被影响了，啊，这个小城有12万人，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不同的言语，10几种宗教，啊，现在大家有个共识，很难得。啊，我们六合敬里头，见和同解，见和同修啊，啊，在这个小城实现了。啊，虽然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可是我们见面在一起，都能互相尊重，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大家都来看我。啊，告诉我，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小城啊建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太难得了。那大家都来了，那我们从哪里做起呢？第一步，我想到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啊，从第一步从这开始。怎么落实呢？我们听说潮州的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啊，我们派了20个同学到那边去受训。啊，回来之后我们如法炮制。啊，现在我们已经做到第6期了。啊，1期是7天。啊，现在我们经验不够，刚刚开始传办，1个月办1次。啊，我想再过个2-3个月了，我们可以1年半年也1个月办2次。啊，跟他们的道德讲堂一样。啊，很有效果。啊，大家都愿意。所以我们1个月办2次，1次是对华侨的。啊，用华语。另外1次要对于当地的朋友们，啊，我们用英文，啊，英文的教学，我们要收集一些他们不同宗教里面，啊，经典里头都有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你看了之后都大同小异。啊，所以我头一步要求他们每一个宗教编一本360，啊，就是360小段。啊，希望呢在今年1年完成。啊，作为我们修学的课本，我们修学的依据，啊，宗教落实到教育，而且互相学习，啊，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不断向上提升，真正做到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我们把佛陀教我们的6和戒在这个小城呢兑现了。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影响扩大。啊，希望爱好和谐的朋友们都能到我们图文巴去做客，啊，小住几天，啊，看看，啊，实地上啊，看看我们生活的状况，啊，我们希望把它能够推展到全世界，啊，每一个小镇，每一个小城，先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影响大的，啊，大城市人口多，啊，比较复杂。比较困难，啊，现代的人具足善行的少了，啊，有不善的念头，喜欢竞争、喜欢斗争的人多了，啊，慢慢来，啊，我们深深相信，啊，在习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国运
会长龙。啊，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影响全世界。啊，他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很清楚，不是中国人的军事，不是中国人的政治，也不是中国人的科技，更不是经济贸易，而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那被世人接受了，啊，确确实实能够改变我们。中国改变是从自己改变开始，然后是家庭的改变、社会的改变、国家的改变、全世界的改变。啊，他有理念、有方法、有经验，啊，一定可以能够达到的。啊，所以我们听了开启这份报告，感到很温馨，啊，感到好像我们也参与这个新年佳节。啊，那么他还有几张图片，我们刚才看到了，啊，也仿佛我们回到了老家。啊，谢谢他。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不孝凡于弟子，甘肃离仙古城金山寺佛学班释开怀。今天恭敬汇报的主题是浅谈大乘无量寿经经题。大经科注云，凡经之名题，皆直显本经之要旨，使学者因名答题，一览经题，直窥全经大义。又云，若以经题配三大，则无量寿是体大，庄严清净是相大，平等觉是用大。经题中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即是我们日常修行的指导原则。弥陀因地发心，至求无量庄严净土，庄严众行，接引众生往生西方，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依持名念佛法，普度一切有缘众生。学人应效法弥陀因地发心立愿，成就自己，利济众生。一，至求无量寿。无量寿者，大经科注云，法身常住之体，至心之所知矣。至求无量寿，即是起心动念不离法身常住之真心本性。此性无形，无法解说，离一切语言分别。真解云，极乐净土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一切归寿命。又安乐国土依正三种庄严入一法句，无量寿故。故行人念念不离法藏因地愿行与果地佛德，极乐之依正主办，即是至求无量寿矣。二，具庄严清净。清净者，身口意三业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染之位。庄严者，是具德意真实之际也，是为具德。凡夫从无始劫来，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出妄境现，众生与妄境中起分别执着，造无量无边种种恶业，随业流转。
与六道之中轮回往复，无有初期。若能妄心出动之时即以警觉，以庄严清净复自本心，即是具庄严清净意。具者杖持也，清净心如杖，必须持之勿失。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又其中第十八愿曰：我作佛时，诸佛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常念我净洁心。寿终时，我与不可计比丘众飞行迎之，共在前立，即还生我国，作阿惟越致。此中之净洁心，即是清净心，亦即往生论中之清净句。佛名无量清净佛，佛心是无量清净心，总之是一法句，即是清净句，即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亦即是一句佛号。故我辈业众凡夫，起心动念用一句万德洪名，剔除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怕念起，就怕觉迟，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起心动念如是用功，久而久之，自然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从有念入无念，因往生正无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得生西方，成就圆满功德智慧，度脱无量无边有缘众生。三，一平等觉。平等觉者，科注云：平等普觉一切众生，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经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法，普披三根。本经为当来一切寒灵皆以此法而得度脱。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为何要依此持名念佛法来平等普觉一切众生？以下是从大经科注中引证四点浅显分析说明。一、横出生死。善导大师曰：唯有净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余门修行，名庶出三界，如重生竹中。庶出则难，故称难行道。但念佛，如重横出竹中，易于透脱，是横出三界，称易行道。欲为净路，因其方便直接，成功迅速也。以自力修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四谛历经皆次而出离生死，称为庶出。师父在讲习中告诉我们，通途修行要先断见思，证得须陀洹果，而后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后伏尘沙破无明，入十报庄严净土，纷纷破除41品生相无明后，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如此修行正果，称为难行道。持名念佛法，不必断见思惑，只要深信切愿，老实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临命终时，心无贪恋，亦不颠倒，一心细念，必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生极乐界，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必定成佛，称为易行道。在修行路上，断见思烦恼，出六道轮回，最为不易。古德云：当知五人大事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脱。
以其得须陀洹果后，即不堕三恶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果。而六道轮回，头出头没，便有隔音之谜，前世修行功夫俨然遗忘。无量劫来流浪生死，坚固执着此身是我，从而起惑造业，造作善业得善果，生三善道，便起贪爱；造作恶业，堕落三途，受无量苦，便有嗔恨。如此贪爱嗔恨，又作业因，欲缘又结善乐苦果。因欲缘结果，果又为下世因，如是长劫流转，不知何时何日能有出离之期。世尊在经上说六道轮回的真相，奇缘经舍中的蚂蚁，七尊佛出世都过去了，以身还尚未出离，在阴地修行，光是为白狗身，尸骨比须弥山还高。醒安大师云，大千沉点，难穷往返之身，四海波涛，熟记别离之泪，峨峨击鼓，过比重山，莽莽横尸，多于大地。这便是我们在六道轮回中的真实写照。而念佛一法，不必断身见，只要一心细念，扶助烦恼，如石头压草一般，临命终时仗佛慈力，便得出离六道轮回，不必向庶出之法时间久远。故善导大师曰，欲为净路，方便直捷。二，方便行持。大经科注云，念佛有四种：一、持名念佛；二、观相念佛；三、观想念佛；四、实相念佛。念佛法门与诸法中称为净路，而四种念佛中持名念佛更为方便究竟，故称为净中之净。观相念佛要陈供圣相，注目观世，相在可修，相离相则难，静音易断，相续甚坚。观想念佛，如观经所说，以我心目想彼如来，但凡夫之心散乱浮动，鲜有静定之时，难入微妙之观。而持名念佛之法，随时随地可修，不问上至下愚，无论苦乐忙闲，人人能念，个个可行。工业信息时代的今天，大部分人都因生活而劳碌奔波，鲜有时间静心修行。持名之法正气现前，大众根基，不论您在何时，不论您在何地，一句佛号绵绵密密，从心念口出，还从耳入，或出生念，或默念，或口动而生于唇齿之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二六时中不令间断。工作需要思考时，即放下佛号，专心思考；不需思考时，提起这句万德洪名，不令间断。再忙碌之人，日常也可行师父所提倡之十念法，即日中九次之念十声佛号法，晨起与睡前各一次，日中三餐各一次，午前开工及收工各一次，
午后开工及收工各一次，共计九次。如此方便，不离世法而行佛法，何人都可修，何时都可行。又持名即是甚深般若，念得纯熟，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即是无住。于此之时，一句佛号朗然明白，相续不断，即是生心。此本众生行不到处，兹以念佛故，暗合道妙，不行而行，无道而道。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放般若光。密教谓生字皆实相，故念佛名即是念实相，持名念佛无异实相念佛。科注云，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全显良土导师十方如来之本心，弥陀无尽大悲之圣愿，方便至极之大慈，利用难思之果德，凡圣其收，利顿俱披，下至十恶五逆恶鬼畜生，但能发心专念，悉得度脱，广披一切寒灵，普惠真实之力，大恩大德，大愿大力，度生大用，微妙难思，如是方称如来本怀，才是究竟方便。三，何人都可修。持名念佛之法，巧披诸根。要解云，上上根不能于其捆，下下根亦能真其欲，圣凡其收，利顿悉披。大经解云，至于当世，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则不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久修初习，宿根立顿，善恶差别，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信，因信发愿，从愿起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正是当机。信谓信生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众生念佛，定得往生，究竟成佛。愿为厌离娑婆，心目极乐，如子一母，必欲往生。行为从愿起行，一向专念，无有间断。经云，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盖以生死凡夫，迷心逐境，沉沦苦海，头出头没，若无此十念必生之大愿，众生何由得出轮回？故为多障众生，特垂方便，开此一行之法，甚至于经灭时，独留此经，以作周行。即此持名念佛法，即使是造作忤逆十恶地狱众生，但能深信切愿，亦可修行成就。四，成就殊胜。如此简易直接，方便究竟之持名念佛法，成就亦非常殊胜。经中往生正因品云，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极乐胜于十方者，守在待业凡夫，一生彼国，便得阿惟越智。阿惟越智，此番不退。不退有三义：一、未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
二行不退，除见思惑，拂断尘沙，横渡众生，不堕小乘地。三念不退，破无明，显佛性，念念流入如来国海。凡往生者，不再堕凡地，是证未不退。极乐国土为一佛城，故不堕于小城，是行不退。既生同居，即同生上三土，圆修圆证，于此土中必破无明，显佛性，而证念不退。于念不退中，超尽41因位，一生成佛。如要解云，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又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以亲闻佛训故，无退转故，寿命无量故，故必于此一生圆断诸惑，圆净四土，故生同居，亦即生上三土。见阿弥陀佛，即见一切诸佛。经云：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与一时顷复往十方无边境刹，供养诸佛。其往生者功德智慧，神通相好，更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如大经中广明，如是功德庄严成就，皆是弥陀愿力之宏深，及无人心性之不可思议。结语：我们敬业学人，当志求无量寿，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心心念念不忘弥陀因地愿行，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恒常守护己之净洁心，与妄念出动时，即当觉知，以阿弥陀一句顶代替除一切纷扰，以此简单方便成就殊胜之持名念佛法，自利利他，成就一切众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如师父上人一般，自利利人，自达达人，于耄耋之年依然讲经不辍，只为众生做最好榜样。东天目山耆老菩萨晚年得闻师父上人讲解《无量寿经》，深感六道轮回之恐怖，发心念佛了脱生死，志求无量寿。于中天竺眼观三载，执持名号，二六时中不令间断，夜晚常与灵位观果为伴，但其从未恐惧，只此更增念佛出离之决心。三年后，敏感护法韦陀菩萨嘱托恢复东天目山昭明道场。上山后，不畏劳苦，不惜生命，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感得诸佛护念，龙天拥护。道场恢复后，老人家在山门前立有一碑，碑文是：一个师父上敬下空老法师，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念到底，专修专弘净土持名念佛法，依平等觉普利一切有缘众生。我辈弟子自当以师父上人和耆老菩萨为修学榜样，志求无量寿，具庄严清净，依平等觉念佛成佛，利济
众生。以上是不孝梵语弟子释开怀粗浅学习报告，请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慈悲给予指正。无限感恩，阿弥陀佛。不孝弟子释开怀顶礼敬诚。开怀法师的报告是浅谈《大乘无量寿经》的经题。我听了这个报告，感触很深。现在这个时代，讲经的人少了，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能不能常住在世间，条件没有别的，就是讲经。大家都知道，佛的法运里面有所谓正法、相法、末法、灭法。什么是正法？大乘经里面佛说过，这个世间这个地区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就是正法。一般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正果是小乘四果四相。大乘51位菩萨就正法了。相法呢？相法时代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没有正果的人这叫相法。末法的人呢？末法时候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就是末法。还有讲经，还有听经的。法灭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讲经的，也没有听经的。由此可知，这讲经多重要。我在年轻的时候有缘亲近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那个时候我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只有星期天去看老师。差不多我每个星期都跟他见一次面，大概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第一本叫我看的书是释迦方志、释迦谱，这2样东西当时在市面上没有流通，大藏经里头有，好在分量不多，我都把它抄写了。大师告诉我，学佛一定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走错了路，走差了路，你自己也不知道。一定要认识佛陀，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那么释迦佛我们知道，19岁出家，我们明白了放下烦恼障，他实现的
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当中啊最多的啊，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啊，所以他实现做我们的榜样啊，他参学，19岁就参学，到30岁真正参学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接触过，他都去学习过啊，最后感到是不究竟。什么叫不究竟？学了这些东西不能真正了生死，真涅槃，这印度的话叫真涅槃啊，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所以30岁这一年学了12年，放弃了。这个放弃啊，就是世间给我们看，放下所执障。你看看，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他可以开悟了。如果所执障不放下，他开不了悟。教我们呢？啊，身心言教啊。啊，这是放下一切，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见性成佛。啊，成佛之后，见性就是成佛。啊，见性之后，他就得落叶缘，跟五比丘说法。啊，那5个人是他出家，他的父母关心他。派了5个人照顾他的，啊，他的随从，啊，照顾他的人，啊，他就先把这5个人找来，啊，这个五个人跟他有很深的缘分，啊，那么第一个听他说法开悟的，乔称如尊者，证阿罗汉果，那就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啊，从这开始，叶三天天讲经，没有中断过，讲了49年，97岁，他往生了。啊，为我们实现半涅槃。啊，实际讲经教学49年，所谓的是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300余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办活动，啊，办班教学，啊，叶三搞了300多次，啊，这个会有时间有长有短，啊，长的一个会搞好几年，啊，讲这些大经大论，啊，短的呢，一会的时候1天2天3天，啊，都有。啊，完全是很随顺众生的缘分。啊，他说这么多经典，我们回头想一想，这些经典他都没有学过，谁教他的？我们把经典看多了，变数看多了，慢慢就体会了。啊，他告诉我，心外无法，向外求求不到。啊，他12年参学是向外求。啊，原来法不在心外，在心内。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里面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圆满具足，心外一法都不可得。我们相信了，那么佛陀为我们实现的，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实现什么？实现开悟啊，不是别的，不是叫你听得多、学得多，啊，那入海算啥了？我们也是知识分子，走了个路，走得很冤枉，走了不少年了。
啊，我是从华严回头啊，华严经最喜欢的啊，我把四十跟六十同时讲啊，这个不怕事啊，一个星期讲三天，那个时候一天是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我们用那个盘那个录音带啊，那一个袋子九十分钟啊，八十讲两遍，就是一个星期两天，四十一天同时讲啊，大概都讲了一半啊，幕后看到的善财五十三参完全搞清楚了啊，我们最羡慕的知识分子啊，羡慕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这两位菩萨修什么法门成就的？那讲华严的时候没有留意啊，囫囵吞枣讲下去啊，啊，这么一反省，一仔细去思维啊，这才明了了，原来这两位菩萨全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啊，让我们感到非常讶异惊讶啊。净土法门参云法师全国啊，李老师劝过我，我跟李老师深年，他劝我修净土有五六次啊，我都没有接受啊。啊，活在华严经上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啊，看到了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成就的，这对净土之身的信心啊。再仔细观察善财童子，他修什么？这是文殊得意的门生啊，一定跟老师学同样的法门。看五十三参，第一个先入为主，这第一个老师重要。第二个老师呀，得云必求，四十华严的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啊，他是专修念佛三昧啊，他给善财童子说法，说21种念佛法门啊，密宗是以21代表圆满啊，21就是大圆满，门门都是净土啊！啊，广义的来说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全是净土啊。再看最后的一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从得云比丘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佛列三昧，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一期90天，90天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啊，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要很好的体力啊，年轻人可以，年岁大的人做不到啊，啊，专修啊，一期90天啊。戴云比丘为我们表现，那么像善财童子彻实彻宗，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当中51位善知识他所参学的，他们代表无量法门，代表84000法门啊，他都参学了，都向他们请教了，最后怎么样？念得
李慈啊，承蒙他的教诲，感恩啊，感念啊，礼拜告辞。礼拜告辞，那意思是什么？不学这个法门，还是学念佛法门啊。五十三参表演是圆满后得智，后得智是思想，是无所不知，就是无量法门无所不知啊。一门深入代表根本智啊，这个念佛法门是代表根本智啊。根本智只要得到了，后得智一看就明白，一接触就明了，一听一看一接触全明了了。表这个意思啊，我们这在死心塌地去念阿弥陀佛了，不容易啊。啊，这个也是三宝加持啊，不是三宝加持很难回过头来啊。一回过头来之后啊，就转空了啊。可是我们语言不一样，自己没有到场，别人来请我讲经，要求讲什么我都满他的愿，所以也讲了好几十部经论啊。那么今天我看到啊，开怀寺这份报告是揭示经题啊，我劝大家认真学习经教啊。找不到老师，真正找不到老师，可以用我的以前讲经的观点啊，先可以多看看，那是佛学常识啊，不要超过三年啊，只准三年，你去看一些东西，多看一些东西，三年之后一门深入，你选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我一生专学，无论学什么经，自己念佛求生净土啊。古人的例子很多啊，近代也有，像姜维农居士啊，他一生学《金刚经》，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教在般若，行在净土啊，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行要不是净土，真不容易成就啊，烦恼习气不好断啊。净土可以带药往生啊。那么有教宗华严，行在弥陀；有教宗法相啊，像没关系居士这些人，他们一生专攻法相啊，唯识宗，但是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都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我们可以这样做法啊，学经教一步就行了，一步通了，主要是学通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那不通不行，一定要通，以这个为目标，一样就会通。你甚至于我们听海鲜老和尚的观点啊，你也是每一天听个三遍十遍，听上个三年会开悟啊，这不是假的啊。刘素元居士就深得其力，他没有事情一天听十遍，有事情
也不会少过五遍。啊，越听越有味道，什么有误触嘛，遍遍都有误触嘛，啊，一直听下去，不定什么哪一天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的现在是什么？你没有接触的，没有学的东西，你一看就会，一听就会，一点障碍没有。啊，那就是彻悟。啊，在这个时代，纵然彻悟，要学海鲜老和尚，要谦虚，要恭敬。啊，这样才好。啊，弘法利生最终要自己做好榜样，着重在身教。啊，有人来问，告诉他；没有人问，不必说。啊，如果发心学讲经，好事情，真的出家人要学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佛，你看开悟之后49年讲经教育，没有一天中断。今天我叫摔，摔在哪里？没人讲了，这就摔了。啊，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发心出来讲经。啊，今天讲经学习讲经，一个小房间摆上一个录音机或者录像机就可以，自己对着这个讲，讲完了自己听，啊，把这个袋子留下来作为自己的成绩，你每年讲的不一样，啊，遍遍境界不相同，看出自己的进步，啊，不可以不学，佛学院很难，学不到东西，啊，一定要自己用功，啊，现在我们流通的光碟不少。你自己可以选择，啊，一定要发心学讲经，啊，学讲经一定要依照前人，啊，不要自己用自己意思说，会说错，啊，古人注字注得深，不容易懂，啊，那么现在人的选个几个人，啊。我过去老师教我地仙老和尚的没问题，可以听，啊，他的注解可以做参考，圆印法师的心，啊，谭旭法师的也行，这些都是没有彻悟啊，他有大悟啊，不会有错误啊，啊，我们要认真好好去选择，认真去学习，啊，发心，一发心就得三宝加持，啊，年轻3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把这个使命担负起来，啊，40以后发心也不迟。啊，50岁就很难了，就比较不容易了。啊，30-40岁还可以，当然最好是20岁。啊，20-30岁非常好的时期。好，我们看下面还有一位。惭愧学生，东天目山昭明寺沈开宇。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难信之法，易行之道。净土法门是一代十教之特别法门，乃至十念成佛愿力莫不皆往，道彼无殊，其同不退，即简即易，至顿至圆，其力操利用超越一代十教，是以诸经所赞，多在弥陀。信愿行持，可不似断惑一生成佛，
所以念佛法门是全凭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令我们横超三界，到达佛刹土一真法界，使上圣下凡速成佛道之一捷径，诸佛诸祖普度众生之一慈航。净土法门如此殊胜，是故我们应难信能信，一行当行。信是指对一切教法要有信心，信有极乐世界，信自己可以成佛，信自己本来是佛，信释迦如来绝无诳语，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只有做到真信切愿，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特别是对净土法门这一难信之法，更要以信为首。行则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般若智慧的信愿要靠实际的行持来体现，这就是由信起愿，由愿导行，来引导念佛行持，再由这个行持来落实体现信愿。以上粗浅的认识一下信与行，再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处。为何说它难信易行？一、净土法门难信之法。难信，因为净土法门全是佛果地之境，九法界众生无人能知能问，实为甚深难信，不可思议。在《阿弥陀经》中，最后佛言：舍利佛，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大阿罗汉都信不过，何况我辈凡夫。这段经文透露出了两种难。一是说在娑婆世界修净土法门难，二是为五浊众生演说净土法门则更难。非大悲大智大勇何能真此？佛都说此法难信，可见难信的程度非同一般。佛说阿弥陀经，是佛观众生得度，成佛机缘成熟，以同体大悲，不带众生之情，而无问自说的唯一殊胜经典。而在这个法会上，当机者的是出家众，以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为代表，菩萨众是以表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为代表。这个说明什么？没有大智慧，不能接受净土法门，难就难在这里。莲池大师曾以譬喻比况这二项难事。譬如有人深入大海，复乘破舟，复遇逆风，复冲巨浪，复执罗刹、鱼王、毒龙，围在顷刻，而能于中安稳得度，是之未难。不但自度，并度诸人，至至彼岸，是难中难。大海破舟、逆风、巨浪及罗刹等，比喻五浊。自度欲得道，度人欲说法也。于此五浊恶世，勇猛精进，得成佛果，此属难事。复于此着染世间，宣说念佛法门，必令一切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为难中之难。无量寿经亦云：
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正知静中念佛法门，乃一切世间极为难信之法。静中难信的主要原因，乃是吾辈凡夫难于窥测佛菩萨不可思议悲智善巧，静中理事因果，具有真空妙有的特质。阿弥陀佛因地彻证真空离体，以无尽大悲乘信发起48愿，由愿导行，无央数劫助真实会，积功累德，圆成大愿，自至成佛。是故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与无量寿名号，是由真空借助愿力所生起的妙有。即第一义谛妙境界相，偶益大师赞云：是故举体作一作正，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亦为举实相之全体做西方净土的依报正报，做法身，做报身，做自佛，做他佛，乃至能说的世尊与所说的净土法门，能度的阿弥陀佛与所度的九界众生，能信的众生与所信的名号光明，能发愿求生的行人与所愿生的安养净土，能住持的弥陀教主与所住持的安泰佛刹，能往生的念佛人与所往生的西方净土，能赞的十方诸佛与所赞的世尊，甚难稀有的功德，无一不是实相正应之所应持。此实相即是无人灵知灵觉本具之一心，亦即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凡夫众生以生灭心于此妙境奥义不得其门而入，故云难信。对净土念佛法门的难信，还来自两种具体的缘由。其一，认知水准的狭劣，吾辈凡夫情执坚固，心量窄小，见闻有限，因而久居浊染的娑婆秽土，便难信界外严禁的西方净土。此土种种逼迫，苦乐参半，便难信彼土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的存乐。此土精血胎生，便难信彼土莲花化生。此土寿命不过百年，便难信彼土寿命无量。此土辛勤淫物，方得温饱，便难信彼土衣食宫殿应念而至。总之，吾辈娑婆众生乍闻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功德庄严，每以子虚乌有视之，或闻之稍生欢喜心者，既思又觉渺茫，无足平信，难以生起念佛求生净土的圣心。其二，骄慢怀疑的烦恼，娑婆众生无名坚厚，共高我慢，逞持狂慧，目空一切，闻说他力救度，不生信要，甚或轻谈净土灭世往生。另有一类众生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净中念佛法门，用实行的科学怀疑精神逻辑思维
来求证念佛的理辙，用以作为是佛采信的依据。然净宗圆顿法门照立于佛地果觉，本自不可思议，难信难解。如果执着，一定需用科学理性做出合理化的证明，其结局或永远难以信入净宗。净土法门三根普披，利益超胜，唯信能入。信为万善之母，疑是重罪之根。由上可见念佛法门的难信，来自无辈凡夫内在的业力障难，业障厚重，难以消解。故而多数众生听闻念佛法门，或默然，或半信半疑，或冷言诽谤，或用通途佛理评判净宗特别法门，将横操法作庶出用等等，这些在众生份上亦属正常现象，素有净土善根者方能抵信无疑。难信而能信，实为稀有难得，功德亦不可思议。敬业行人一念净信，契入阿弥陀佛本愿之海，便与阿弥陀佛光明愿力相接，得佛力加持，当下成就往生。经云：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一念净信，即得往生，如此圆顿妙义，难思难议。印光大师亦云：果能生死心切，信得极，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则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即是极乐之嘉宾。佛言足语千里同风，信之妙德何可思议。无人应将净宗不思议法门至于不思议本地加以认同。经云：十方恒沙诸佛皆共赞彼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现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能有信如是之事，当知世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能如是闻信者，皆是净宗有缘之人。净宗难信之疑，疑解在仰尊佛意，认同足语的过程中潜移默化，代之以渗入佛力的信根信力，均陶净宗法器。二、净土法门易行之道。净土法门最极简便易行之道，不需深解，只求断疑生信，信便能入。华严经云：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大士度论云：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印祖所说，既有真信切愿，必须至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圣号，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总不离此六字洪名或四字持亦可。必须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无二，心佛亦如。若能念之在之，念及情妄，心空佛现，则于现生之中便能亲证三昧，待至临终生上上品，可谓极修持之能事也已。
至于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即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住行，犹如聚众城而成地，众聚众流而成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然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苗得雨，即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庶能成就自己大乘圣行。观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之事交以念佛，彼即受教称念佛名，未满十生即见化佛受手，接引往生。所以张善和、张钟馗临终地狱相现，念佛数声，即亲见佛来接引往生。大集经云：末法异异人修行，罕异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速效，以其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长途教道。其人谓愚门学道，似遗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风帆扬于顺水。如来受记于大集，为末法中非此末度，龙树检视于婆沙，为异行道庶出生死，曾所谓一代十教皆念佛法门之注脚也。在诸多法门中，正由于净土法门简便易行的特点，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所以直至今天仍然兴盛不衰，甚至越来越适应时代的要求，众生的根基。末法时代的众生，非念佛无以了生死，非念佛无以度有情。印主云：念佛法门虽是易行之道，但需具足信、愿、行，才能往生净土。若无真信切愿，纵有真行，亦不能往生。两个月前，学生的宿舍搬来一位同参道友，是一位听经念佛十余年的老修行，在东天目山常住五六年，整天24小时胸口挂着紫雨牌，早上3点起来去念佛堂，晚上6点回来，一天听海贤老和尚光碟3遍，拜佛、听经、念佛，精进不休，学生对他很是佩服。可是3天以后，这位同修每天回来就开始跟我讲他的老伴、女儿、外孙，还有他在寺院里认作的干女儿、邻居、朋友等等拉拉杂杂的事情，说得不亦乐乎。学生听了以后非常感叹，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地问了他一句：您每天回来所说的一切，就是一天念佛听经闻法的感悟吗？就是您十多年来修学的成果吗？人生还有几个十年？我说：张老居士，我没法跟您共住，我写一幅对联赠送与您：口念弥陀，心念娑婆，身住丛林，情系爱河，上片佛祖，下欺众生，
大限来临，依旧轮回，横批自欺欺人。真是经上所说可怜民者，修学那么多年还是放不下啊，功夫又怎能得力，若不一心念佛，一气不来，定随树生今世之最重恶业，堕三途恶道，长劫受苦，了无出奇。我们庆幸今生能够遇到万修万去一行难信之净土法门，能够遇到为我们传授极生成佛心法的师父上人，能够遇到不惜生命古稀之年依然护持正法的齐老师，真可谓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一定要珍惜因缘，成就报恩，分分秒秒都要老实听话真干，念佛一定要生死心切，一定要在心地上下功夫。莲池大师云，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贪嗔痴念犹自现起，是非人我犹自挂怀，见断夹杂犹未除尽，妄想持足犹未永灭，种种他起犹能获至，便不为真念佛也。闲公老和尚念佛用心之专，用心之真，用心之静，用心之切，念力之强大，都是因为他老人家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看这个世间啥都是假的，只有阿弥陀佛才是真的，所以他得三昧，随时与弥陀感应道交，临命终时即随彼佛往生其国，即生作佛，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正转。综上所述，净土法门是难信能信，亦是最极简便，一行圆顿直接，三根普披立顿全收的方便法门，殊胜法门，特别法门。又实为九界众生圆成佛道，十方诸佛普度群蒙之究竟法门，此为显释迦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十方诸佛赞叹流通，历代祖师大力弘扬，无非是为令我等彻底地信净土法门，并依至修持，以其于此生承办大事，圆满佛果。所以我等佛子当痛念无常，死心念佛，发起正信正行，见贤思齐，目而仰之，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为佛是念，为西方是求，并愿诸同伦同登弥陀愿船，共入极乐联邦。最后以东天目山一位出家行者贤道人所作的偈子作为结束语，恳请师父上人长久注视，长转法轮。感恩师父传心法，一句佛号心中藏，难信之法今已信，此生大事依此了，今生更无啥遗憾，一行之道劝有缘，尽此报身归去来，是则名为真报恩。无量光转染成净，贪嗔痴幻化皆空，万德明妙法无上，度顽民不舍一人，娑婆界世事无常，极乐邦不变常住，诸如来初心于世，宣净土教化世间。以上是惭愧学生十分粗浅的学习心得报告，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沈开宇同学的报告。
学习的心得，我们看了，听到了，所感觉到的，他的修学终于明白了，明白之后一定要认真努力，看到别人有些不如法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回光返照，我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对了。末法时期一定要学海鲜老和尚。要做一个学佛人的好榜样，让社会大众看到，生欢喜心，你就种无量功德了。人家对佛法尊敬，如果我们所说的跟所行的不一致，时间久了别人看穿了，回报就来了，轻视佛法，轻视修行人，这就是罪，这是重罪，破坏佛教的形象，等于破坏和尚，罪业里头最重的是破坏和尚，破坏和尚的果报是无间地狱，我们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念佛一定要晓得，造罪，地狱可畏也，不能去。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一定要发愿求生，真心切愿，一个都不会漏掉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无逆是我，真正忏悔，断恶修善。后不再造，念佛一定往生净土。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造的罪业是一时迷惑，所以他没有放在心上，他还是那么热心的来帮助你，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感恩的。报恩就像海鲜老和尚做最好的榜样，给社会大众看，特别是给那些不念佛的人看，看念佛做得多好，真正发心，可能你的寿命就延长。为什么？阿弥陀佛需要你表法，这个社会不认真表法没人相信，大家一定要看到才相信是真的，所以要做好榜样给大家看。我们希望神居士往后无论境缘善恶，都能够不退初心，不为外面境界动摇，你走的路是正路，是成功的大道，处理生死苦海的大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